那个，大家好，我是那个完美的孙怀庆，很高兴有机会呢到这里来向腾讯学习，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的分享。我觉得就说现在我们做快速消费品的人都在思考一个新的名词，就叫"泛90后"。泛90后呢，并不是确指你一定生在90后。我们认为泛90后在我们心中呢，可能更多的呢是1985到1995。1985年呢，今年30岁；1995呢，今年20岁。为什么我们最近对这一种消费者特别感兴趣呢？我们觉得这一代的消费者和85之后的之前的消费者，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减少，而是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这个本质性的变化呢，我们这样思考的：我觉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才学习互联网、接触互联网。而泛90后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互联网，他们不是接触和学习互联网，而是他们就生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把他们称为叫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而我们这些人呢，都只是互联网时代的移民，是移到这里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呢，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特征。而这个新的特征呢，我们觉得可以理解为呢，是我们做所有的品牌营销和特别是快速消费品营销，要首先思考的东西。要首先思考的东西。可能原来呢，大家会说，只要我们的产品好，就不愁消费者。但我现在觉得，产品好可能也有点问题。第二，可能会大家说，如果我们产品好，我们服务再好，肯定没问题了。但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还有问题。那我们自己认为呢，可能更重要的是，尖叫的产品，良好的体验，必须要再加一个，就是情感的共鸣。我们完美，虽然作为是中国人控制的最高档的护肤品，虽然今天 LVMH 集团已经成为我们集团的，我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但仍然中国的主流的大城市的女性仍然不认可你。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产品已经是非常棒了，那消费者不认可你，你是没有令人尖叫的产品吗？我们觉得我们产品真的很棒，都是世界级的。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讲，我说我4月份呢，每年4月份要去拜访我们的欧洲原料商。这一次呢，我就重点拜访了我们一个在法国的原料供应商，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布列塔尼这里有一个原料供应商，他是供应什么的？他是供应海藻提取物。海藻提取物呢，大家知道有几个品牌用海藻提取物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是蓝莓尔，第二个是纪梵希的墨藻面霜，第三个是赫莲娜。不好意思，这间原料供应商是他们三个的供应商，也是完美的供应商。可以，中国消费者可能会想不到，不会吧？完美和蓝莓尔用的原料是一模一样的，同一间厂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好犹豫。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令人尖叫的产品，但消费者还是不认领。第二，我们觉得我们要给消费者提供很好的服务。那我会觉得，哎呀，我们的服务好像比跨国品牌、比那个世界顶级品牌还要好。你比如说，你买一个产品，我们可能要给你3个、5个提炼装，让你能够系列化使用，获得更好的护肤改变。没办法，因为他不信你，因为他情感也没有共鸣，信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不信你说什么都是废话。所以我们觉得，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想问大家，就是说，哎，你是我的 QQ 好友，你是我朋友圈的朋友，那我们要基于什么？一定是基于我们有相互的基本认同。如果我不喜欢你，立即删除你，立即拉黑你。所以我们就觉得，互联网时代对于品牌营销，我认为最深刻的革命是情感共鸣。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
我们要面对的变化的消费人群叫泛90后人群。我现在决定要改一个字，叫泛90后社群。他们是以情感共鸣为基本平台而缔结的社群。所以我们完美的问自己说，哎，我们要不要和消费者的沟通中间要解决情感的问题。所以最近呢，我们请了我认为他的眼睛最能打动女人的最著名的天王巨星，天王不是天后，然后请最好的班底拍了一条3分钟的广告。在这3分钟广告里面，只有5秒有完美，2分55秒完美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不看到最后5秒，你根本不知道这一条广告是完美的。大家说什么意思？哎，我们就要请这个男神，就要请这个天王巨星，看着我们的中国爱美的女性深情款款的去诉说她内心的想法，去打动我们中国消费者的内心。所以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呢，我看到前面有很多的那个分享的嘉宾，我觉得他们都在大谈技术，我不这样看。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是应该的，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将沦为智慧的工具。你一定要在这所有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技术和工具面前想到事物的本质。而我认为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可能带来的品牌老化。品牌老化就是你和消费者一起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的消费者和即将老去的消费者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泛90后社群。而这些新的消费者，他不满足于令人尖叫的产品，不满足于良好的体验，他还必须要有对你的认同和你的共鸣。所以我想的话，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认为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在新的品牌营销的时期，移动互联我们基本无法逃避。我给自己说，我说我躲过了微博，我没有开过微博啊，然后呢我躲过了 QQ， 我也没有 QQ 号。我一直认为我们人使用的东西越多，我们的依赖性越强。比如举例，我是近视眼，要是我现在眼镜掉了，我马上变得像个残疾人一样。哎，最后微信诞生的时候，我开了微信，这一下终于被拉进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记得比尔盖茨说过，他说幸好有智能手机的出现，实际上智能手机才是真正让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原来 PC， 我们把 PC 一关，一离开办公桌，我想问你，你还在互联吗？没有了。但现在手机随时随地带在身上，我们随时随地在互联。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新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移动互联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品牌的营销不得不思考怎么样在移动互联网这个场景之下去进行品牌的营销和传播。今天中午呢，我也在和腾讯的朋友们在交流，我说我们这些品牌呢都是传统媒体把我们捧上位的啊。我记得可能完美在2006年之前，我们可能一年的零售额就是2-3亿。哎，2007年，我们在湖南卫视做广告，在江苏卫视，在浙江卫视，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哎，我们可能就变大了10倍。实际上，我们在变大这10倍的路上，我们也在发现一个问题，怎么样？传统媒体的广告价值越来越低，花的钱越来越多，然后价值越来越低。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了，说什么？现在是叫媒体碎片化。信息无序化，然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来到。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在和腾讯的合作方面呢，用我的话讲，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越花的钱越多啊，越花的预算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在这个新的媒体时代里面，品牌营销的传播怎么样突破原有的传统媒体传统时代。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移动互联的媒体传播还没有单单靠它一个媒体缔造那些优秀的胜利的品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些传统品牌还有在犹豫的时候。第二一点呢，我还认为像我们移动互联的那个媒体的话，它虽然精准，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成本还是有点高啊。比如我们即将要在那个微信做一个朋友圈的广告，它要传达1亿个消费者的话，差不多要1000万啊。我现在开玩笑说，我说那个比如中国好声音或者那个武媚娘传奇花千骨，一晚上都有2-3亿人看到。但是呢，无论你怎么留恋传统的媒体时代，但你必须要面对今天泛90后的社群、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以及信息碎片化的变化，你必须要面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让我们来分享这个关于互联网，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互联网加？现在这个名词特别时髦，我后来好像差不多搞清楚了，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也不知道对了没有错了没有。我认为呢，传统企业的第一步叫互联网化，传统企业的第二步才能叫互联网加。有人问我，那什么叫互联网化，什么叫互联网加啊？把自己的心得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认为互联网化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极致的满足消费者的那个个性需求，而互联网加呢，是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基于微信这个平台，我们建了一个我们的 CRM 会员管理系统，这样子我们的消费者在买到我们产品的时候呢，就通过微信的那个扫码一扫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扫一次就可以积分，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我们这个基于微信开发的这个会员俱乐部上面怎么样查积分，然后你还可以兑换礼品啊，只要填上地址我们可以特快专递给你。我在看来，我觉得这一步也是我们这个企业的互联网化的第一步，怎么样让消费者的这种会员化会员的那种权益这样的一个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但我认为可能更下一步是互联网加，互联网加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像我们的会员，我们大概有200到300万个重复购买会员，啊，我们一年销售的产品接近2000万瓶，我们有将近200到300万个重复购买的顾客，当然还有一些只买一次不再买的顾客。那我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积累了2到300万个活跃顾客和忠诚顾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第二步，叫互联网加。啊，互联网加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购买化妆品客评价260的顾客，客单价574的顾客，他们还需要什么？需不需要发品？需不需要彩妆？需不需要保健品？需不需要装饰品？需不需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觉得可能那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加时代。我觉得像我们公司的话，实际上还做一个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只是到第一步，叫互联网化。在云霄刚才和大家做了一些交流，反正我自己呢有这样一个看法，就说如果我们还是摆出一副教育别人的那种角度，消费者实际上越来越不买账。消费者喜欢的是互动，我愿意自己来学，我喜欢愿意来探秘，我想来发现其中的奥妙。
所以我们认为在和消费者互动过程中间呢，在形成情感共鸣的路上呢，我们要摆脱灌输，摆脱教育啊，而要学会和他互动，一起去发现结果啊，怎么样成为他的朋友啊。我觉得可能当然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谈恋爱啊，他们说和谁都在谈恋爱，所以我也不太敢讲啊，不太敢讲。我觉得在互联网移动互联这个时代里面，作为品牌营销，第一，我想传播要发生深刻的改变；第二，只有好的产品，只有好的体验不够，我们在传播的过程中要紧紧的把握，甚至要在我们的营销活动中要紧紧的把握一个如何与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我一直相信，首先他把你作为朋友之后，你说的这一切才有意义，因为你说的这一切有意义，所以你那么令人尖叫的产品才有机会被他体验和使用。谢谢大家。